现象研究会，圈内人抢当第三者。他就这样靠过来以后，他手就伸到我老公的，哎呦，海边哦。但后来又一次聚餐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女的故意把手机哦放到我老公的旁边，然后他就去敬酒，敬了一圈。你知道你懂意思吗？转一圈以后回来坐在我老公旁边，怎么说你也是个知名的人，你居然你知道吗？我们他是知名的。就在今晚九点，麻辣天后传准时上朝。